我爱智障，没错，我爱智障。你也爱智障吗？如果你也爱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智障头号。身为智障头号，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一款阿尔凯米亚与贤者智障啊？究竟是怎么样个智障呢？看下去你就知道喽。D2C 日前宣布旗下全新 RPG《阿尔凯米亚与贤者之杖》Android 版正式上架。本作是一款充满探索的深度 RPG 手游，画面非常清新。游戏中玩家将透过战斗获得制作法杖的材料，并打造专属法杖。随着游戏进度，玩家和野怪也都会越来越强。打倒他们后，可以获得更稀有的材料来制作威力更强大的法杖，可以说是一款围绕在法杖上的手机游戏。出场怪物也相当可爱，并且拥有各自的技能与属性。游戏目前已经在 Android 平台上架，有兴趣的玩家赶快去下载试玩看看吧。